摇摆池。第三天，好像下着雨，哎呀。今天的目的地大鬼湖。熊出没 Podcast 村长在帮我们祈祷，这次任务能够平安顺利。现在的地方在大鬼湖。第三晚的晚餐，酸辣汤，跟我们鸡胸肉，还有我们秋葵，骨烧一排，韭菜炒黑轮，还有我们的炒茄子，熊出没 Focus。现在的位置在大鬼湖。所在地在东池，西池，在东池的隔壁而已。最后一天的晚餐，茄子炒茭白笋，再来就是我们的高丽菜炒 blend， 咸猪肉炒高丽菜，还有我们的辣香肠炒青椒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肉燥熊出没 focus， 今天要下山了。别闹！我们大家